1100方尺，3个房间，2个厕所，还给你2个车位，再给你1个 store room， 开车30秒就到达 Penang Airport。隔壁有 sushi， 对面有 Starbucks Garden， 还有 Coffee Bean， 还有很多很多的餐厅。最重要是楼下非常的方便。从这里到 Bayang Lepas 的工厂区只需要2到5分钟，实在是非常的靠近，超级低密度，总共只有410间，含有 Penang Bridge 和 Airport View， 就是我们 Bayang Lepas 的公寓啦。一个月的工期低至以2300块而已。1100方尺究竟是什么概念呢？3间睡觉的，2间大便小便冲凉的，再加上1个 Sokili Kala 的 store room。看看这个空间，放高跟鞋、做工鞋、Ultraman Boost， 大的、小的、男的、女的，全都行。Solid Timber 的送你，哇，有这样值得呢？就是这样值得。安妮躲在客厅，哪里找？小房放单人，中房放双人，主人房当然是放主人啦。听过什么是拉奈吗？拉奈就是室内的 balcony。让你房间看起来又有一个特别的空间，可以白色桌子、椅子、沙发，再望着大海、大桥，还有大大的窗口，看着无敌的夜景，哪里找？哇哦，这样的厨房，炒多半，炒好烦，大炒、中炒、小炒，炒到超炒，客厅、饭厅还是不会炒。吃饭看戏，前后摆设看起来宽宽大大，还加上一个看海、看桥、看 Apple 的 balcony， 简直就是 perfect。绝对比普通空都还要够力，重点是物价从500多到600多千起，你现在买还可以省下接近10000块的转名手续费，还可以拿这省下的10000块来做装修。02-6564-155，连拍写打过来，让我告诉你什么是包律师费、包印花税，担心头期很巴郎都不是问题。如果拍写打给我，看上面和下面的 link， 直接按下去 WhatsApp 给我，跟我 set appointment。我们到时 showroom 见，拜拜。